好，王会长你好，祝贺您担任新一届的潮州会长。哎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帮忙我们推展这个安省潮州会馆，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安省潮州会馆是人才济济，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我们潮州人，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在其他外国的潮州乡亲同乡会长们，好像夏威夷啊、纽约啊、那个费城啊、曼蒂可啊、渥太华啊，他们海外很多地方的那个潮州会的会馆都来祝贺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大家虽然是身在海外，可是因为我们是潮州人，所以我们非常支持大家，大家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，主要就是说为了发展我们那个潮州传统的精神，除了帮助我们潮州人的乡亲之外，我们还要帮助其他的社区啊，或者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我们潮州人去建设或者去帮助，我们潮州人都会去做。好，那就是你们已经是成立了36周年了，这样的一个安省潮州会馆。对对对，今年就是达入第36周年，所以我很自豪的承担这个会长这个责任，继续推广我们永远会长会长和那个潮州会的精神，除了推广他们的理念发展，和还要呼唤那些年轻人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潮州会，让他们看到我们潮州人是永远的可以团聚下去，连绵不断的发扬光大。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祖国有需要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都会非常勇敢，非常勇敢和非常积极的支持。好，因为我们的根就是在中国嘛。好，再次祝贺您，谢谢，谢谢您的采访， okay, 谢谢，谢谢。